博阿滕称赞梅西巴萨新援博阿滕正式亮相，他承认自己来球队不是来当首发的，但坚称他希望自己可以在巴萨待久一点。昨天巴萨官宣签下萨索洛老将凯文·普林斯·博阿滕，而今天他正式亮相。在见面会上，博阿滕说道，我想要享受自己在巴萨的时光，并赢得一切，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不是来当首发的，因为这里已经有非常出色的球员，我是为球队带来经验，并试着帮助球队的，我快32岁了，所以9号位现在对我来说完美适合。我在这个位置上感觉非常舒服，当我得知巴萨对我有兴趣的时候，我和队友说不用给我买机票，我可以跑去巴塞罗那，能够与梅西和苏亚雷斯这样的球员一起踢球是一个梦想，一种荣誉，一份天赐之礼，看到他们我已经觉得很自豪了，主帅会决定让不让我在对塞维利亚的比赛中上场，但我想要立刻上场，如果主帅愿意的话，我没问题的。西甲是世界上最好而且最有吸引力的联赛。博阿滕曾表示，斯罗是一位比梅西更好的球员。对此他说道，我现在是巴萨球员，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就是梅西，他是宇宙第一。过去十年他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在球队待久一点。刺客足球。